家晚安。让我们一起先从位置上起立，让我们一起起立。今天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，因为因着神的关系，我们聚集在这里，要来敬拜，要来尊荣他。先找三个人跟他说：“今晚我要荣耀神。”今晚我要荣耀神。那找三个人：“今晚我要荣耀神。”你们，圣经上说：“我呼求的日子，神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有能力。”今天晚上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心全意来呼求神，因为神要应允你的祷告，要鼓励你，要使你心里有能力。让我们今晚不疲倦的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明白吗？数到三的时候，让我们献上全心全意，给人神一个最荣耀的掌声。一、二、三，哈利路亚！前方荣耀，众人全心称颂。
心全意的来赞美主，阿们，一起拍手。直到地极都要兴起歌唱，歌唱，从深海洋到高山上，全地都要宣扬，主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，歌唱。所有的人举手唱圣洁，很圣洁，呼求圣洁，哈利路亚，神同在。对了，大声的唱圣洁，圣洁，呼求圣洁，哈利路亚，神同在，相信神在我们当中的，大声的唱圣洁，圣洁，呼求圣洁，哈利路亚，神同在，呼求圣洁，呼求圣洁。
要倾听耶稣的彰显，耶稣你彰显，耶稣你彰显，跟我一起来，神同在，神同在，神同在，他必能够紧紧住我与耶稣面对面，神同在，神同在，圣洁，呼求圣洁。
再次拍手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把荣耀归给这在我们当中的神，给他一个最大的欢呼，哈利路亚！赞叹你奇妙的作为，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重新得力，浸泡在你爱的里头。一起来敬拜。我是你坐在天上宝座，全地万物都屈膝，在你面前，我身没有能力和权柄，天使都围绕着你，呼喊圣洁，你国度无极限。你作王到永远，哦，圣洁主，我赞叹敬畏，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。哦，圣洁主，我献上赞美，归于祈祷全能神，直到永在世。哦，圣洁主，我赞叹敬畏，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。哦，圣洁主，我献上赞美。全能神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我是你慈爱无法测度，你同在是我归属。超越万物，我神，你是焚烧的烈火，你是我心所爱慕，我渴慕。你国度无极限，你作王到永远。再次宣告你国度无极限。
就享受你神的关系当中，用你的诗歌，用一首心里面的旋律来赞美他。真的赞美他，毫无保留地来到他的面前。谢谢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，哦，圣洁主，我献上赞美，归于奇妙全能神，直到永远。哦，圣洁主，我赞叹敬畏。远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，哦，圣洁主，我献上赞美。归于奇妙全能神，直到永远。哦，圣洁主，我赞叹敬畏。上赞美，归于奇妙全能神，直到永上帝，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，愿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，你的话语绝不落空，你的应许绝不落空，让我们一生单单的来敬拜，更多进入你的同在。阿肋路亚。梦已幻灭，
是你双手紧紧拥抱我，我心等候你的触摸，天堂降临在我心中，我深知你不曾离开过，你从不放开手，直到最后，我心事的主耶稣，你爱长存，永不变。Yes.
兄姐妹，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，他听见也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。坐下以前跟旁边的人讲说，让我一生来爱耶稣。兴奋的一个时刻了，我现在看到许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，待会我数到三，想要邀请你从位置上面起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踏入教会，第一次参与在我们的活动，我们想要热情的来欢迎你。所以新朋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数到三，从位置上面一起起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起起立。这边有新朋友的，可以去热情的来跟他握手。这里也有。所有新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，欢迎你们！